要3个小时，太久了。你们可不可以现在就派个人过来啊？我可以加钱的。喂，喂，喂，你车里有没有千斤顶啊？什么？千斤顶？我不知道，你去后备箱看看吧。好。 美女，有事吗？需要帮忙吗？对啊，上车吧。车子坏了，可以帮忙吗？没问题。你在干嘛？哎，美女，还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下次再找你呢。OK， 希望再见面哦。拜拜，美女。不是吧？你居然会弄这个？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在汽修店待过，把班子给我递下，谢谢。你真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天使。心意不肯见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现在还没想好，我想先留在恒盛。 然后再找一个机会，好好和他解释解释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姐妹我都无条件支持你。如果你想留在恒盛的话，明天我就把你的简历交给人事部。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留在恒盛。有志气，好吧。那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助，再随时叫我。 我现在就需要你帮忙，快点，快啊！一二三，走。